你看见没有，一夜之间我那个芍药那个白粉病又开始长了哈，因为就是在下雨嘛，一直下雨，看见没有。所以说那个硫磺粉是它只能是预防嘛，它能暂时杀，但是它下雨之后它又得要长，知道吧，又得要长。所以说我还得又得喷，这次我是把马拉松，就是马拉松和那个硫磺粉混在一起给它打一打。反正我以前也是这样，它的确是比较难那个的。你看见没有，看白的白的又来了哈，昨天就没有哈，昨天下完雨的时候雨住了就没有，但是又下雨了之后它又有了哈。所以说我接着喷，看见没有，我接着喷。对，接着喷。好，哎，我接着喷，然后再来看看效果吧。应该是杀它肯定它会死啊，但是它下雨了之后它又得要长，所以说还要把根部啊叶面那些到处都要喷掉，所以说它比较难搞啊，都说比较难搞。